三两幺，开炮！嘣！啾啾！你要疯了吗？哈哈哈！捡了一窝。捡了一窝。给你看哦。掉出来了。怪事年年有。今年特别多。哦，哇塞，怎么这个样子呢？哇塞，好多蜜哦。嗯。那个老表啊，那个桶要拿来哦。哇，有哇，知我。你搞了啊？嗯，搞了一只。桶来，这个要直接丢桶里了。它是沾到那个芒草，然后一拿就掉出来了，都不用我下刀子了吧？哇，这小蜜蜂真倒霉，是吧？这都被你搞到，捡的哈、哦，哇，都是分盖蜜，哇，都是蜜耶，漂亮的蜜。哇，这一整块都是蜜啊！回去再过滤了。哎呀，这个蜂乱七八糟的，赶紧弄了之后来收蜂。还能收得到啊？可以。有蜜哈。嗯。走了狗屎运，捡了蜜鸭子，这个人啊，哈，运气一来啊，这个啊，哈，挡都挡不住啊，哈，走过来又是，走过去又是啊，嗯，你说这个他要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是不是？嗯，我也没办法。撞枪口，嗯，你去再弄。哇，这个纸皮真够长。呼，扣一，丢得好。扣一，还有。要一整桶了，哎呀！三两幺，开炮！嘣！啾啾！你要疯了吗？割出来好，天都快黑了。嗯，你在那里玩是吧？嗯，不玩了。这地下有。这也爆桶啊！这也爆桶啊！爆了，没地方坐槽了。啊，准备来过。哦。哇，长不长？这柱子其实还挺长的啦，哈。快！哎。啊，也是有。蜜多。啊，也是有蜜。嗯，这个蜜挺香的，我都闻到它香味了。
这得亏是空间不够大哈，空间大的话也还是可以的。不够大都这么漂亮了，是吧？嗯，大的话还得了哈。嗯。哦，还有一小块甜筒啊，没了啊，没了，没了，可以了，溜得火了。这甜筒给它摆放一下吧。我要把收封了。乖是吧？